嘛说白，我嘛无收着。你嘛无收着？我嘛无收着。啊，咱节目内拢要唱说白，奇怪咧。快安尼，我行政部门上啊，拢无咧收啦。啊，你讲袂讲啦？因为有当时吼，诶，足夸张咧，讲啊，你若生日哦，我各部会加两个安尼上十块。我是真的很厌恶这种官场文化，来上海咯，人民币以上，啊，你结婚赔钱，你个给他上礼物，是啊，你对不对？俺们叫俺嘴角钉钉打开，让咱做饭。是啊，听喂，所以喂，我整箱都送。是啊，我礼炮是讲，咱今天节目一开始讲酒驾，啊，妈又打工咧讲，啊，不要啊，啊，你今晚今晚来上这礼物酒，啊，个鬼箱来上。啊，你们那酒堆到来啊？引起中南美洲哈，都牧以后，在那边就采购了一些洋烟、洋酒，啊不是没有洋烟的洋酒跟那个什么咖啡豆回来啊上我礼物呀。对啊，那为什么要送给立伟？你去采购回来，如果说是要做要你们酒驾，要你们喝酒开车，要立伟酒驾。刚好可以去开罚单这样子吗？不知道，应该不是吧？很莫名其妙，就是说你今天你敦睦舰队，然后你买了这些东西，你的用意在哪里？活络邦交国的经济，我们不反对。买了以后，当做他们以后他们聚餐了什么然后他们的用，我也不反对。但是怎么？为什么买回？为什么送给你？为什么过去没有？过去没有、啊、这一次突然有？好，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是促进外交、活络外交 ，OK。嗯。但是如果说今天你买回来是有特殊的用意跟目的，欸、我觉得这个是要查。我可要问张大勇，你两个没收到，但是台底下讲有人没收到啊。收到的都知道，然后才会讲出来。啊，动物舰队回来好几天了，所以啊，确定你们是不会送给你们的啦。因为叫你顾啊，你都不收掉。嗯，啊，那个收到的确定是收到的。嗯，一样是立委，那有的送，有的有的没送。啊，这大碎白哦，啊，那这部车你为什么那碎白哦？不会吧？我们这里的都是优秀的、欸，奇曼，是安怎？是你们有大碎粒，还是大碎白哦？我讲碎袂掉。你叫奇曼啊，目睭看来我，要是我嘛是你贵，那意思啦。哎，我你讲你叫你贵，无啊，我看下你，无意思是安尼，安尼可怜酒嘛。这有可怜哦，就我贵去咱招领欢迎朋友，这有可怜是上国防委员会委员，好、哦，那甚至有诶，那公粮较少，有可怜啊上国防委员会来的，他舔国防部委员，无啦，整箱的旧的送怎么会量较少？哎啊，所以啊，应该国防委员会应该有感觉哈。去年我是觉得买土产，如果去敦睦邦交买土产是可以，但洋酒不是土产呐、啊，洋酒不是土产，而且你整箱进来的话，没要不要课税啊？当然不用课税，因为它是用军舰再回来的，所以呀、啊，军舰再回来的，所以呀、啊，啊，那边纳税，这有没有走私、啊？我觉得如果买这么多的，就算走，觉得这个有点像合法走私。走私还有叫合法？走私这两个字就是违法的，还加个合法？问题他敦睦舰队就是合法走私啊！别讲谁啊！这个我想到啊、哦，之前啊、哦，战备物资，之前才跟我们讲说国军哈、哦、出一趟油料哈、哦，说五六百万军年是五六百万公国防部预算计在北调，都没有钱，哪被这种来大手笔啊？那边。你妈妈也是立委，你带我去丢吧，你可能不知啦。我知道有橡皮啦，有橡皮哦，是传过来的，是别的委员啦哈。别的委员传过来的。有咖啡啦，有 T 恤，有帽子啦，有两瓶酒啦，还有小罐，不知道是什么。两瓶，人家说这里是沉香送的呢。我唔知
概念，一家都陈列出来的啦。我今天觉得说国防部哦，真的啦，其实每个部会都有所谓的公关啦，黑马不要紧啦。可是今天非常的讽刺的是，为什么现在台湾一直在酒驾的时候说政府啊不要酒驾啦，大家不要酒驾，你政府部门都在送酒，这是第一个。他得利亨代金满酒大喊爱用国货，结果你这是用什么钱？到底是谁出的？要送谁嘞？这话我们必须要讲，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公关费从来都查不清。我跟你讲，这问题最大在这里。我这吼，这钱得开啊，但是呢，咱政府做有钱啦，但做有钱拢乌白甲你买啦，买你最近有没有听说什么士林夜市崩起啦，然后停电有没有？哦，好多地方都停电，对不对？好多夜市都停电，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变压器啊都有问题啊。来，我们看个相关有关台电买的电变压器这些问题的相关新闻报道。来，火花不断冒出，士林夜市变电箱突然起火爆炸，画面相当惊险。全台不断传出变压器爆炸，就是因为台电和违建厂商合作，专用黑心变压器立委炮轰台电从头到脚烂到底。台电这个公司，真的是从头到脚都出问题了，可以说是鬼辛苦暖料料了。被点名的违建厂商就是这一家新北市的益智工厂，厂房外面还可以看到一整排的变压器。亚士金、益智都曾经被检举违建，甚至和台电官员喝花酒。违法厂商这五年来已经取得40亿案子，预估黑心变压器全台有80%。台电 BI 连环报，黑幕重重。时间回到去年3月6号，益智公司违建曝光，隔了一个月，台电火速修改管理办法。4月24号，工厂还没拆，台电条文新的规章办法写着，就算是违建厂商被权责单位拆除，没有办法有产能的话，才会解除合约，被批根本在护航。台电内规的改变之后，就可以继续供应。那我想这里面这种包庇图利的这个嫌疑实在是太明显了，太也太离谱，也太胆大妄为了。被质疑的还有为何违建工厂被检举迟迟未拆除，而台电为了什么理由修改厂商管理要点，起人疑窦。违章的建筑物所谓哈，看起来并不是它生产设备制程中所相关的这个建筑物啊，因此呢，就是说不影响它的这个变压器的承制能力的资格。台电 BI 不断从上到下包庇厂商，掩覆非法变合法。三立新闻马家豪、潘兆文台北采访报道。包文，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新闻，就是士林夜市，除了士林夜市崩起了，负责采购这个变电箱的那个官员有没有？去什么阿公店，是不是类似阿公店嘛？去喝花酒有没有？喝花酒以后呢，然后就验收，就不确实，就让他过关，买了一大堆不合乎规定的。现在一个一个崩出来都出问题了，喝花酒导致台电开大钱，给我们起电价，这是什么政府啊？我觉得质疑啦，刚刚变电箱，变电箱对台电的预算来讲，那还算小 case。 你说啊，还有什么核算的工程，核市里面你看不到地方，你或者你监督不到地方，还有多少像这种黑心变电箱？用个我刚刚这是非常的酷，因为你这种变压器哦，上次你试营业是崩起，你知道不？你知道
士林夜市寡贼人，因为迄个崩起了，附近很多咧卖食的、冷冻的，啊，还有冰箱归向海去，你知道损失有多少吗？嗯，遐个人要找上套，结果咱迄阵台电南工厂，因为吼士林夜市那用电量太多，他还怪民众哦。结果现在还证实说，原来他用的是黑心变电箱。我是建议哈，那些市营业市那些摊贩摊商组合一成，组合成一个自救会，公开向国家要求赔偿，求偿，求偿，一定要求偿。另外我提醒大家，真的变压器哈，在台电整个重大工程预算里面，算是三万年了。三万年了，这严重啊呢？请慢，哪样呢？这大家希望你欢迎进直播，去看电灯。对，大灯来擦擦，讲他们变电器派，讲哪都有加尿器啊。嗯，我以前不咧讲啊，这不是变电箱尿器，台电有老鼠啦。哦，是你包括刚刚波讲的合适，你从预算从1700多一直追加到2700多亿。嗯，以省力的增加，钢顶变电时间可以延后。哎啊，这个难道没有人模不张吗？剪掉都不用查吗？嗯，对不对？啊，这个电厂变电设计用这个原来原厂的设计没有用啊，倒倒用用拼装起来，对，这个都没有安全的问题吗？我觉得坦白讲，这个是台湾这种官商勾结这种官场的这种啊，那么严重的这种弊案的一种共犯结构啊。嗯，这讲台上剪掉，假如说没有真的好好的查，这怎么会说怎么会没有问题，对不对？好，为了讲打点个该规格，哇，这就告诉你，我记不记得应该是铜线，他用啊铜片用铝片，记不记得？对，所以按你崩起嘛，因为它不耐热嘛。我讲哈，这个变电箱变压器哈，做黑心或是做恶心没了。嗯，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变电箱变压器它几乎是末端要提供到我们一般社区住宅哈里面供电哦，要把电压把它降下来的最后一道。嗯，上凹一波啦。那这个变压器啊，它只要一故障哈，一秀抖哈，休息哈，嗯，所有它要供电的那个范围内啊，只要家里有在冷气啦、电器啦、新冰箱啦、新米啊，弄去了了，弄去了了，弄怕伊啊！我曾经处理过一次啊，也是变电箱哈，秀的不一样，都是休息啊，休息以后哈，一规条路，规格条路的哈，两边所有家里都在求偿，台电必须要派人哈，一户一户去调查求偿。对、欸，没有我们去要求，他也不赔的。这冰箱弄坏伊。来对，肉啦、鱼啦，拢去了了呢，对吧？啊、所以变压器是很重要的、啊嗯。但是一个违规的厂商对2000块变你到2010年，竟然当摕40亿，而且你大的这工程拢是变压器，还有这个要点，这是我拿到的。嗯，台电的要点，这个是他们自己改就可以，也就是101年3月31号，他们自己增加了一点，也就是针对这个违建的部分，本来是到第10点，我还把它核对了，本来到第10点，结果我在3月31号，去年的3月31号多了一点，主管机关核发之工厂登记证所属厂房如因违建，经权责单位拆除已不具产能者，要全部拆掉，你才能否定。所以它是违章的工厂，照样可以卖给台电。对，就因为这个部分，然后为什么要修改这个部分？我想让大家看一下，这是台电必须对厂商他们现场评鉴的作业流程哦，现场评鉴哦，所以他违章他一定知道，嗯，但是他故意看到，然后不把它当
当成违建，才要去修改那第十一点，把它变成是没有违建也没有违章。所以它的这些变电箱是向违章违建的工厂才买的。不会管你们想呢，刚刚庭辉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听懂吗？恐怖不？恐怖哦！休息一下，回到现场再继续讨论。